人举办的有61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世界网络武术锦标赛，获得过两枚银牌。而家为我哋表演嘅 Austin， 佢系加拿大武国家武术队嘅队员。而家为大家表演嘅双剑系由 Jay 同埋 Austin， 佢哋去年喺武术锦标赛得到银牌同埋铜牌，将响72大参加全国武术锦标赛。我哋喺呢度预祝佢哋有好嘅成绩。现在表演的是双剑，表演者 Jane 和 Athena 在去年的网络武术锦标赛获得银牌和铜牌，今年7月底也将代表卡扎米泰吉姆学院去参加加拿大全国武术锦标赛，预祝他们取得好成绩。现在为大家表演的是知数的刀术，是 Anti 和 Miranda 在2019年北美武术锦标赛全国的金牌得主，7月底将会参加全国的比赛。阿龙曾经获得欧洲青少年武术锦标赛的冠军。他们初初来讲都是由这些好像这些小小的同学一样，由初练起，由最基本的马步练起，直接到在师傅的培养下面，他们成为世界武术的运动员。如果是12岁以下的小学员获得机会参加加拿大武术队，那么这些表演的动作都是即将参加比赛的动作。我们表演的是 Virginia 曾经代表加拿大国家队参加过两届国际青少年武术锦标赛，获得一金一银的荣誉，她是世界的武术冠军。 Virginia 曾代表加拿大国家队参加过两届国际青少年武术锦标赛，并获得一金一银的殊荣，她是年轻学员中的佼佼者。九节鞭是轻器械，表演者 Paxton 在全国武术锦标赛获得冠军，安泰在2019年参加加美比赛时获得了冠军。
现在为大家表演的是九节演变 Paxton 在全国武术锦标赛是获得冠军 Anti 在2019年参加加冕比赛的时候亦都获得了冠军好最近 Banner 同埋 Wallace 喺去年嘅网络武术大赛分别得到银牌，喺加冕武术锦标赛里面系得到金牌。棍术表演者 Devon 安泰 Preston 是2019年加美武术锦标赛金牌得主，他们都会去参加三十倍的全国比赛。在这个表演里面的同学 Devon 和 Antai 和 Preston 都是在2019年参加美术加冕武术锦标赛得到金牌的运动员，他们将会参加今年在新一杯的全国武术比赛。现在为大家表演太极拳的是 Murray
Barry 是加拿大太極拳的冠軍，全美洲太極拳的冠軍，加拿大國家太極隊的隊員。他多次參加世界的大賽，曾經獲得全國武術錦標賽的冠軍，第二屆太極拳錦標賽兩面銀牌和一面銅牌的優異成績。现在表演的是太极剑，表演者 Murray 多次参加世界大赛，曾经获得过全国武术锦标赛太极冠军，第二届世界太极锦标赛两银一铜的战绩。他也是加拿大全国武术队的队员。曾经获得过美洲太极拳比赛的冠军。是加拿大唯一一位能够完成全部难度的太极运动员。大家表演。
武术队的队员。而且代表加拿大国家武术队参加七月份在巴西举行的泛美洲武术锦标赛。这套枪法呢，也是他会参加比赛的套路。而家为大家表演枪术嘅系 Taco。Taco 佢系全国武术锦标赛加美锦标赛嘅金牌得主，佢代表国家加拿大国家队参加泛美武术锦标赛。